Just you know why。之前杨烁和老婆在综艺上看起来非常甜蜜，而近日杨烁被拍到与美女深夜泡温泉，二人十分亲密，之后还一起回爱巢过夜。杨烁和老婆王一文已经结婚11年了，两人还有两个孩子。之前杨烁和老婆一起拍杂志的时候还谈过对婚姻的看法，看起来十分宠妻。就不管是贫还是富，我觉得只要你心里边有他，怎么都能完成。杨烁之前因为在电视剧里的表演太过油腻而被嘲笑是大油田。网友们看到杨烁出轨后也都纷纷劝王一文早日离开这块油田，你们觉得出轨应该被原谅吗？